配方中混合了以传明酸为首的四种有效成分，另结合肌肤之月的独家配方光彩明亮复合物 X， 含有来自黄金碱与玉露茶叶中的氨基酸与多酚共同滋养肌肤。柔软的乳液的质地，轻轻一推就能延展至全脸，约抹珍珠大小的用量即可完成一次保养。当乳液逐渐被肌肤吸收后，表皮便会转变为滋润柔嫩的触感，肌肤的纹理也变得更加细致无瑕，脸色亦会看起来更为明亮。而其甜美又清淡的花香味久闻不腻，相信多数人都能怡然的享受，从包装到使用感无疑不令人满意，故获选为本次的推荐榜首。哈苦是资生堂旗下的美白专精品牌，一系列的亮白保养与彩妆产品让它已然成为日本美白业界的代名词。这款精华液主要使用传明酸与甲基水杨酸甲等两种有效成分，精华液的质地浓郁，几乎不会流动，容易精确控制用量之外，延展性也不错，涂抹上肌肤后便会迅速渗透，既能提供充分的滋润感，又不会留下黏腻感，打破一般乳霜厚重的印象。而且遗留在帮浦压嘴上的乳霜也不会沾到瓶盖，偶尔擦拭就能保持清洁，美白之余还能清爽保湿，推荐给肌肤偏干但又想避免油腻感的读者。主打平价市场的纯白科精华液，500元之内的定价令人眼睛为之一亮，相较于其他精华液来说显得特别便宜。而它的成分单纯却五脏俱全，内含足量的有效成分以及保湿因子，浓郁滋润的乳霜挤出后会形成不流动的团块，方便使用者先点在脸颊各处以便均匀涂抹。乳霜推开后便会慢慢渗透，使肌肤恢复弹性与水嫩触感，并且提供长时间的保湿效果，干肌也无需另外保湿。而软管的口径非常细小，能够精确地控制用量，盖上瓶盖时有咔嚓声表示锁紧，且将瓶盖朝下即可直立摆放，可与其他瓶罐一同收纳。除了常见的传明酸之外，本品还添加了熊果素，两者可一同抑制黑色素生成。此外，配方也特别避免使用高刺激性的成分调和，因此肌肤敏感的人也能使用。乳液质地稍微偏水性，容易延展且涂开时手感滑溜无摩擦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凝聚力，沾取过程并不会有乱滴的状况。涂抹后肌肤凉爽湿润，并且没有薄膜感，获得全数评比员的好评，而且在年糕实验中也展现出持久的保湿力，敏弱肌者也可得到妥善养护。略小的瓶身单手即可掌握，加上鸭嘴的出液量少，因此单手操作亦能妥善控量，各方面都有出色表现。这款精华液拥有相当浓郁的质地，挤出乳霜后看起来就像硬是发泡的奶油，延展性有一定水准且保湿力相当优秀，是本次开箱的87款商品中少数获得满分5分的款式。涂抹均匀后可让原本干燥的肌肤恢复光泽，并让皮肤的表面看起来更细致绵密，保养满足感令评比员们赞不绝口。软管式的包装容易挤压，可随心所欲控制取出的量，大量使用时也快速便捷，而且30克的容量亦能满足一天二次，持续50天的保养，以专柜产品来说价格非常亲民。虽然有效美白成分仅有传明酸一种，使它的成分评价未太突出，但以米粒的发酵物调制的乳液基底保湿力十足，而获得 4.5 分的好成绩。商品本身的水润质地也有良好的使用感，容易推展之外，涂上肌肤后滋润十足，且没有厚重黏腻感。此外，米基特别在包装中附上标示使用期间的贴纸，使用者可依自己的开封时间规划使用期限，一来可增加使用动力，二来也方便管理。唯独可惜的是使用时有明显的酒精气味，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刺鼻，
或甚至出现肌肤刺痛的现象。虽然保湿力十足，仍不建议敏弱肤质使用。或许是考量到局部淡斑、抗皱的用途，导致这款精华霜的延展性较低，然而乳霜涂抹后零黏腻且滋润，效果非常有实感，因此在使用感方面仍然守住三分大关。至于成分方面，除了美白的元素之外，还添加了具有抗皱、淡化皱纹效果的 W 烟碱酸，尤其适合保养容易暗沉、有皱纹的熟龄肌。其软管包装小巧纤细，且挤出量适中，瓶盖好开好关，操作便利。不过瓶盖虽然有站立功能，却有头重脚轻的现象，需要靠支架才能稳定摆放。品牌形象与包装偏向简约风格的 IPSA 精华液，元素组成虽然简单，却含有丰富的美白有效成分，例如传明酸、维他命 C 诱导体、甲基水杨酸钾等，再搭配如化妆水般的薄透质地，涂上肌肤后瞬间吸收并恢复干爽，让人倍感舒适。在试用过程中，评比员观察到其稀薄的质地能牢牢地吸附在滴管中，取用过程中意外地没有滴漏问题。虽然没有令人眼睛一亮的优点，但整体表现都在水准之上，是一款能忠实达到亮白效果的商品。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？给我们留言吧。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